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金台南汽车，今天要介绍的是2020年的 Toyota Altis， 排气量 1800cc 的汽油车，行驶里程为61713公里。接下来就来看看这台车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金台南汽车，今天要介绍的是2020年的 Toyota Altis， 排气量 1800cc 的汽油车，行驶里程为61713公里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实在就是 SUM。